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我先看一下竞技场有没有人加分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打他。150多分，好像没有加啊，没有加。那我还是不想打啊，打一下吧，先把五十分，先把那个加了再说吧，先把我们的分加了再说啊。因为还有个50钻的任务我们要拿嘛。这里是谁？萝卜啊！直接吸死，二技能直接吸死啊！暗黑欧布，我们躲一下他的技能啊，他这个伤害非常猛。我们丢个无敌技能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他在这里丢大，他在那里丢大招，我冲过去了，简直就是无情。洗袜子，洗死你！OK， 这里打完了啊，打完了，我们那一个日常任务就 OK 了。日常任务在哪里呀？成就，对对对，50钻石也跟他拿到啊，极限获得钻石。瓜牛哥现在还有比较重要的东西啊，我们做一下啊。这里免费召唤一定要招啊，你有可能会招到很好的材料。然后就是这里。捷德这里也可以免费招一波胶囊啊，这里获得了一个什么奥特之王。我们现在能把这个融合出来吗？材料还是不足啊，材料也是不足，好吧。这个居然升星了，三星奇美拉。那我们的奇美拉可以升级了呀，帮他升一下级啊，他可以升到40级了，朋友们。但是材料不足啊。好的，我们这个捷德宝箱也是要跟他拿的啊，就是为了给他们那些英雄升级的，胶囊型英雄升级，没有问题。对，宇宙英雄里面雷杰多是免费获得的啊，是你人物等级20级的时候就送给你。传奇英雄里面是要充18块钱。而且我发现了，宇宙英雄里面很多都免费送啊，这个传奇英雄都得他要钱。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